随着今年供暖季临近，位于甘肃庆阳的中国石油长庆油田176口天然气井正在加速建设，目前均已进入投产前的最后一步，即将投产，预计全部投产后将实现每年新增6亿方天然气。在庆阳市合水县天然气评价项目部的先导实验平台试气试采现场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试采等工作，为下一步移交生产做准备。作为我国陆上天然气管网枢纽中心和国内最大气源地，它承担着向京津冀、陕甘宁等区域40多座大中城市工业和居民生活供气任务，覆盖下游用户近4亿人。当前冬季保供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启动，我们有100多口天然气评价井需要移交属地采气单位进行开井生产。目前长庆油田已累计贡献天然气超6500亿立方米，可替代标煤 7.9 亿吨，减少碳排放约10亿吨，对优化国家能源结构、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。